麦克能换出去了吗？北京时间2月6日，据斯特其报道，火箭队和骑士队正在讨论一桩交易，交易内容是火箭队送出控卫布兰顿·奈特和一个未来的首轮选秀权，并从骑士队换来侧翼阿莱克·伯克斯。去年11月，骑士队用凯尔·科沃尔从爵士队换来伯克斯以及两个未来的二轮选秀权，然而伯克斯很快又陷入交易传闻，而且在联盟里引起了一些球队的兴趣，比如火箭队。与斯蒂克得到的消息，就在今天，火箭队和骑士队依然在讨论一桩交易，交易内容是火箭队送出控卫布兰顿·奈特和一个未来的首轮选秀权，并从骑士队换来侧翼阿莱克·伯克斯。火箭队本赛季一直在兜售奈特的合同，而且他们愿意搭上一个首轮选秀权，同时火箭队希望引进一名侧翼球员，伯克斯是他们喜欢的人选。对骑士队来说，自从詹姆斯离开之后，他们一直在寻求这种交易方式，那就是通过接纳烂合同来积攒选秀权。奈特的合同将在2020年夏天到期，下赛季的薪水达到1564万美元，届时骑士队又可以通过交易奈特的到期合同换来想要的筹码。罗森